我原本是拍算讲要甲张振浩伊妈斗的，啊，不过拄则看伊妈遮尔坚强，佮温柔，规个人哦散发出母爱的光辉，就我想着阮妈，嘛有我讲袂出啥物歹条话啊。因为你是一个有同理心的查某囡仔，你嘛甲阮克服的艰苦，对无？是啊，啊，既然伊都已经决定要伫咧山顶修行。 那安尼哦，我都卖提这个事实代志，甲搅扰，张振浩的代志哦，我才家己想办法。妈，我都有听苏姐讲，你即马人伫遐内底休困，所以我即马直接讲话，你一定听着对无？张振浩，我无骗你，你妈真正无想要甲你见面，你妈去伫遐浪费时间啊。妈。 刚刚我真正有你这么啊切心，你若真正无爱认我这个后生，你敢会当出来，当面甲我讲？好啊，张振浩。 你遮尔歹的心意，足坚定的，就是无想要见你。安尼去出去搅扰，伊敢那愈艰苦呢？妈，我知我让你对我足绝望的，我即摆嘛唔敢唔望。 你会当原谅我，我即摆会当做的，就是一直跪伫咧遮，跪到你愿意出来跟我见面为止。张振浩，你敢一定爱让客户这样为难？只要我妈妈愿意出来，我会一直咧跪伫遮。 看袂出来，张振浩平时歹代志做遮尔多，竟然真正是一个孝子。妈，张振浩无伫房间。张振浩无伫，哦，应该是出去海关啦。我看毋是单纯有代志出去遮尔简单啦，无定着咱兜吼，值钱的物件拢已经起来偷摕走去啊。咱上好详细检查看卖啊，哈，这个人啊。 伊若是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伊都无叫张振浩。那安尼周永成若是无外遇，是毋是嘛无叫周永成啊？妈，你哪会当安尼比啦？安怎？我即摆安尼讲，你听到心内感觉无爽快对无？所以讲哦，做人处事哦，都要将心比心。 毋通以偏概全，用迄有色特别的眼光去看别人，知影无？知影。是讲你讲张振浩无伫，我向想着，昨我入去困的时阵，伊好亲像还袂转来。啊咯，原说伊昨暗根本无转来厝里。会敢若是安尼呢？我昨转来以后，就无看到伊的人啊。敢讲张振浩真正伫咧山顶鬼鬼暝？ 无，你即马是要讲啥？张振浩是安那，爱去山顶开啊？昨昏我甲嘉文姐做伙去庙的，也欲去找张振浩的妈妈，结果想袂到张振浩竟然嘛出现伫遐，然后伊就一直求伊妈，叫伊离开嘛毋离开，我就想离开啊。张振浩，你真正伫遐遮鬼鬼暝哦？ 小姐，我妈敢愿意跟我见面啊？这张批是你妈要给你的，伊希望你看了后会当赶紧走，啊，若无，伊会离开这个所在。正好，我已经七十岁啊，逐天修行，逐日忏悔，也不过我的心。 说，逐天拢在地下内面，因为我的后生，毋知影悔改，伊嘴。
友好，想的煞拢是荣华富贵。伊人伫咧干嘛内底出出入入，做的嘛是伤害别人的代志。我毋免你用双脚交跪，这毋叫做友好。你要用你的双手去赎罪，你的悔改才是对我的友好。我希望你会当把这的话听入耳，若无，咱母仔要见面，毋知是当时啊。你一定是某一件物件才会偷讲，我后尾是寡物件，你想补充一下摕来。免啦，我是真心想要安慰你。你妈爱你看完被就离开，那被内底绝对不是写什么好话。若是我妈安尼对我，我一定会感觉足艰苦的。所以，我会当体谅你的心情。要体谅啥？我敢需要你的体谅？我是真正那么亏心，把你害死的张正浩，嘛是害我妈把你地暗的不好囝嘞。你应该是爱惊我，还是看不起我才对啊？你要体谅啥？你是要同情啥啊？我这么是一百寿命对啊？是啦，我嘛会惊你。我嘛感觉你足超过，啊！不过看人袂敢那看一面。我再讲，你对你妈的关心，让我想到我伫咧天顶的妈妈，所以我是真正想要陪你。我顶头你甲我讲几句话，你心内就会当较好过。免你伫遐加无啦。想想我无才调，同我见阮妈一面，我一定想会出办法的。母亲，秘书，来坐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爸，你是不是要问我甲 David 旧新闻的代志？无唔对，迄新闻报讲你甲 David 两个又搁咧交往啊，啊而且翕着真侪恁两个人做伙的相片，啊无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相片是真的。所以你真正甲 David 咧做伙？哎、欸，啊！之前伊唔是已经拒绝你啊？啊，即卖来个熊熊啊呢？敢会是这个 David？ 伊阁想要食回头草，等来阁甲你勾勾缠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甲我讲，我来去找伊，叫伊唔通阻挡你的幸福啦。我确实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还阁有转折，才会发展到即卖程度。啊，不过我唔是想甲想勾勾缠哦。所以恁即马到底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啊？哎、欸，是啊，恁即马是有达以上，恋人未满，啊是已经是恋人啊？算是重新开始。阿丽、啊，年阿伯啊，我即马咧无闲。我早下午茶来，咱做伙食啦。阿丽想要食饼啊，先生。组长。我先去车顶，阿你莫让其他的人等伤久哦吼。我讲我爱你替我上下午茶，你这里计无要创啥？啥？我计无。周永清，我是因为你爸患病，才会答应加做你的男朋友。我有讲过，无必要你约会、看电影，甚至食什么下午茶。我无时间陪你这大小姐玩家家酒。平常时，除非你报案，莫来警察就找我。歹势，我俩阵讲你已经答应要甲我斗三工，就理所当然认为你会配合，造成你的麻烦啊，是的。后摆进前，我嘛为着要替你破案，我将你牺牲形象，
你敢都袂晓看伫咧过去，我怎尼甲你斗三间分享对我较好诶？我感情才怎尼够难玩？你是做妈妈的，心肝哪会这么勇啦？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勇？你讲话啊，妈！你回答我！你回答我！啊！又来啊？啊！你是走去饮酒哦？规身躯臭酒味，啊，身躯搁这么垃圾，你是饮酒醉跋倒的？啊你嘞？你该别个红红啊？多哭过哦，谁给你欺负啊？连你管。啊！你关在地上，这大卡地来你拢吃的哦，是不要上吃？我都讲啊，免你管，管你一直问一直问，你咪看人面色哦，看你目眶红啊，我超过你一句话拢唔爱问，你敢袂当和我同款，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？啊！我就想讲。无你看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就较袂去想着我妈的代志啊！啊，你就一定唔肯讲，无你到底是咧哭穷啥啦？我再试试咧。啊！你这物件拢是买回来警察的？你哪会知？我嘛无想要知啊！啊！你即马手机啊一拍开，全部拢是恁的新闻。我原本是要去感谢伊，结果伊唔收，唔收就煞煞去啊！伊对我态度阁足歹，伊安尼拒绝别人的好意。心内根本都没感觉别的过。我拄仔嘛咧想这个问题，我看阮妈的相片，我问伊讲：“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呢，你哪会当对我这么凶啊？更讲你拢袂不甘。”我想着我所作所为，我才知影，这一切拢是我逼伊的，拢是我逼伊，那你对待我。啊，不过我也无做歹代志啊，是安怎德比要安尼对待我？就算讲伊对我无感情，伊嘛会当对我较有礼貌诶。笑笑甲我说多谢，准讲我敢那是普通水，我卖我嘛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哪会当对一个查某囡仔这哩无礼貌？我的人生一错再错，我想要倒去行正道，我只会当靠得起你啊！要求别人对我的体谅，拢无路用。我一定要振作起来，我嘛要振作。看真阿妈面自信，决心要振。